各位同学好，我是林文老师，欢迎收看林威英文。本节目内容丰富，慢慢欣赏哦。大家好，我是平镇同学。大家好，我是平镇同学。平镇真的很有钱，连游泳池都是镀金的。今天林文老师要介绍芝加哥，谢谢大家。对不起，你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看完这一段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会有 NG 版的。好，今天林文老师讲的是芝加哥。芝加哥这个英文是怎么念呢？ Chicago。 曾经有学生讲芝加哥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那答案是16啊。好，他说在2008 Chicago 这个都市就吸引了32亿的干嘛啊 ？million 的观光客。讲吸引，你马上想到哪一个单字？然后呢，这边我们有一个 D 开头的代表，本国的，本国的啊，这是多少？3000多万。我刚才说什么？32亿啊！想钱想疯了，对不起，感谢你哈。这个人呢，我们最后再录他，就他欠打啊，他纠正我啊。对了对了，吸引这么多的游客啊，但这是有哪个是 D 代表国内的？然后再来呢，是代表说你出来是来玩的。提示：休息。刚刚讲过的游客，谁他妈小鸟那么不乖啊？那么咻咻咻的啊！然后呢，这另外还有。million 的，好，这就是这多少？1170万，好的是属于在国内的，然后是出差的游客，就说有些人来出国，为什么出国呢？他说我是玩的啊，这我来出差的啊，这样懂了吗？所以这个字你们比较没听过，会待会发音帮助你们啊。然后还介绍第三种呢，是海外的访客。你们用这样的角度来想啊，这几些字用什么？那边想的时候把这句收尾。他说芝加哥这个都市啊，就 Chicago 这个都市呢 ，rank， 这是百科全书的，所以我已经慢慢在让你们知道，可以看得很难了，排名。排名是世界有名的都市之一，这边有个戒指，你要猜猜看它是谁？它是世界上的 world， 然后首屈一指的 L 开头的一个字，工业的，还有交通运输中心。来吧，有些难的单字，有些简单的单字，反正我们能学什么就念什么。先想吧，2008年的时候，芝加哥吸引的是3200万的多的观光客。这边吸引，马上想到哪两个字可以用？第一个高一上那个 AT 的吸引叫attract， 但这边这样写为什么错？今年是2010年了嘛，加 ED， 还有 D 开头的吸引 draw 画幅那个字，过去式是 drew 吸引。好，这么多的观光客，这个是所谓的国内的哈，就代表说就光美国本身。那美国本身呢，你们背过 D 开头哪一个字呢？我发音你们听听看 ，domestic，domestic，哎，平镇同学有看过这个字吗？单字本还没有，来跟我念一遍 domestic。休闲，刚刚我们有文章看过这个字。Leisure， 那加个 ly 变形容词啊，不过这样也可以写可以了啊。Domestic leisure traveler 就只是真的来玩的观光客，然后呢还有其他是来出公差的，但也是美国境内的，所以还是同一个字叫 domestic。那出差你背到 D 开头哪一个字呢 ？Business， 对，他来洽公的。那是买卖毒品啊，懂不懂啊？好，这 business travel 呢，还有呢，海外是哪个字？abroad 非常好的错误答案，为什么？因为 abroad 这个字哈，它并不是形容词，
副词。你们有没有常听过一个语法啊？我们要出国玩，这叫 travel。对啊，明显它一定不是形容词。你觉得会放在动词后面应该什么词？副词。副词。所以放在前面不是这个词。我一讲就觉得，哎，很有道理一个字，它就叫做 overseas， 海外。这个真奇怪，它可以变形容词，也可以变副词。所以 overseas Chinese 就是海外华人。好，那芝加哥呢，排名是全世界一流的工业和运输中心。好，一流的是哪个字呢？领导的那个。leader。可是 leader 是领导者啊，它这个当形容词是加 ing 叫 leader。工业的，你们有听过工业区有个 ing 开头的一个字叫 industry 的形容词。来，那 industrial。交通没有形容词，所以我们不用担心，一定是很长的那个字，很像火车加速跑的叫 transportation。剩下一个字 ，this， 它是谁？芝加哥呢，排名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中心。对啊，它不只是合法，还有很多非法的那边运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 this 是谁呢？提示啊，有两个字的话叫 one of， 可是我们只有一格，怎么办？哪一个英文字呢可以等于 one of 呢？思考，这个一年来有没有听过这个介词可以等于 one of？ Over。啊，哪一个字？ Over。Over。好，我们的 cameraman 是 over， 没有 over 是凌驾之上，并没有其中之一。我讲一个字呢，我讲一个提示，你慢慢会猜得出来。第一个提示是，它是之间的意思。Between。第一个意思提示是之间的意思。第二个提示，它用于三者以上。above。这样想起来了哈 ，A 开头那个字叫 among。对，哦，这样就可以了解它整个完整的背法了哈。啊，课程到此为止，妈妈，下课喽。